来到蓝色巨人，我是狂蛇，在我旁边的那一位是黑马的朋友，跟大家打招呼，打个招呼吧。黑马也在我旁边，请你跟各位观众打个招呼啊！对了，我今天先帮植物浇个水，等一下我就先玩新的。如果不从一开始先玩新的话，那很无聊。拜拜！啊，我不是来做观众。哦，啦哩啦啦！哇嘞，火树还要浇水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快点，露出水的标志！有金色的东西在旁边，代表就是他们会无限生产，那个他会无限生产钱钱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卖掉，除非已经快没位置了。就像我这个已经收集了这么多。夜瓜牛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也想要。这么快啊！意思卖快。就会生出一个钻石，然后钻石有，然后可以拿到1000块钱，超好的。啊！我等一下拍完这一集，还会再拍一集。Oh, shit.
里。我先玩心得哦，因为么哒。也就是屁屁猪。好啦，啊，才几个僵尸而已。讲话，啊！我还问你要讲话，你直接说的是哪？我手还打我。